我脚被我打好开哦！我哈哈哈哈速度到底能不能快一点？我想这样真的很慢。虽然说它优化已经很糟了，它如果再把它弄快，可能就会更那个。但是这样也比较爽。哎，那是我们家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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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水啦！哎，刚好早上。白天。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水还可以开哎、欸，哇，可以开吗？这是什么车啊？你不会淹死吗？会吧，我不知道我在，我还在开、欸，我还在开、欸，我还在撸哎、欸，然后，哦，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有没有听到，有没有听到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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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出来了吗？哦。哦，慢慢撸上去，哦、有撸起来的感觉，哦，有，我看到了，有，上来了，快了，啊，可以呼吸了，哇，我离你们好远啊，没关系，等下你就吹到我们这儿，这边很多家哎、欸。很多家，很多，嗯，来了，很多家应该是在城市吧？啊，小心门口、哦，然后记得进来放一下那个睡袋。哇靠！为什么我看你站起来然后倒下？为什么我倒在地上？你倒在地上对不对？对啊。你怎么了？打三小。你怎么了 ？CP 呀、啊！哎，我怎么动不了、啊？没事吗？哎。阿宇出来救人呐、啊！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看他，我怎么起不来？他死了！快点把他打醒啊！妈的，起来，起来！你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、啊，快站起来，快点！知道吗？我现在是看着一个全身插满剑的人在打。干你妈的！我你是 bug 了，我从哦，我刚刚好像这样，你传过来，这样，哎有，
哇，你像个垃圾一样在地上滚呢、欸！哇，你脚没有打好开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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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没有，刚刚那画面真的太精彩了，那真的太那真的太屌了。这个是在那边弹诶。对啊，重点是他刚才自己弹到那个坑里面，看起来就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觉得我们好坏。哪有？我把所有的 mod 都塞在这个里面好了，好不好？多一个坐垫的，然后电池、引擎跟它的机，我25个胶带，150个钢胶带，啊，胶带不够，好像不太够哦，我们要再去出去一趟的样子，嗯。车子哦，车子要拿去外面修，记得关门啊。就在这条路上重生的，不要打这个，手脏脏，走开。需要30个塑胶，好，我就带30个塑胶回去了，拆轮胎就有了。应该要轮胎。里面 OK 啊 ？OK 啊。哎，巨人，揍他！这个意思，我去后门看一下有没有轮胎油。哎，还有大妈，大妈来，啊，没学到，大妈啊，油桶，油桶捡回去可以弄成那个油罐，啊。所以还有多轮胎可以。有一种要绕出来，然后就从里面敲进去这样。哎，这里有。啊，他们是共通的。然后两个人是同边。你去看屋顶有没有东西。开锅。哇。再来铁条，还要打的那一种铁条。了解，蛋壳，
盒。啊，擦胶带对不对？胶带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还需要一些胶带。早知道还有胶带的话，那些就不丢了。没有没有想要，没想到坐直升机需要用到胶带。因为那时候有捡到一些胶带，只不过当时就是满。塑胶应该是够的，但是缺胶带。车。前头的手把，隐形，带回去吧。这里拆不到胶带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拆到胶带？就是要看情况，垃圾很紧，但是我们胶带好像比较多。我先捞一下，啊，去对面的餐厅看一下。我现在就在餐厅。啊，对啊，你跟我是反方向的呢。难道这里不是啊？这里是银行啊！你走错喽！哎呦！啊，走吧吧。不是有一个护士，有一个护士突然狂奔了一下，吓到我。胶水，胶水应该也可以做成胶带，对吧？所以胶水把它带回去。这个保险箱要不要敲一下？敲上面那个食物箱。哎、啊！什么东西扒了我一下？僵尸，他们从哪？从哪里来的？他打开一个洞，那个洞他爬进来，哇哇！复合弓，这保险箱太猛了吧！复合弓可以拆成那个塑胶，哎、欸，掉宝嘞！钢铲拆掉，家已经有五级的，不需要他这个小费费。我去看一下车子里面有什么。散弹枪子弹，好、哦，很有缘。我怎么一直觉得附近有僵尸？给我胶水或胶带，给我钱干嘛？起码我们的油现在还蛮不缺的。对啊，这样子挖的话，到时候可以再多做几台车出来，就有一人一台了。阿毛小乖，安安。我看你最近有买新沙哦，你是不是也想来抽卡？很敲很敲，这种已经破到剩下框架的车啊！如果我用近战武器去敲它，它会不会爆炸？应该还会吧，试试看。不会嘛？对啊，一来我就在公道架了。不要，要死一起死。还好没爆。可恶！白胶没有烧杯，我们找到现在好像没有找过烧杯哦。烧杯我只找到过一次。哇，我都没有找过，我没有看过烧杯。熊枪，不会啊，可能是因为我玩这个游戏玩久了，所以已经觉得就还好了。
前面是停车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要去绕路。这边我们来过吗？隔壁这边。啊，抱歉。啊，抱歉。啊，没考驾照。好，停车。哎、欸，这边没有来过。所以你没有的塑胶，这是什么 ？Virtual President， 这是什么？在电视。理发厅吗？理发厅不是这个吧？真的吗？这应该是什么？那油画很差啊！他从以前玩的时候就这样了。没有，主要是因为，可能是因为你应该是自己开房吧，或者是我不知道你是连别人还是怎样，因为我是自己开房，所以我会比较卡。我自己用完之后 ，FPS 其实还蛮高的。哇，他后门开这么大一个。嗯，主要是因为我们是跟人家连线。啊 ！OK。我现在画质也是开一般，我原本是开高了，但我现在音乐觉得真的太卡了，很多人在跟我玩，所以我就会很那个。人家这个四五 P 现在剩三个人，我觉得他的优化就打了，就是出去而已、啊。好、哦，我真的希望他优化再好一点。我如果拿刀挖尸体，会不会有骨头啊？对啊，你要别人开啊，别人开比较不会动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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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什么什么？等一下挖个骨头嘛，骨头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冰柜吗？我这边一口冰柜。壁炉水啊，哦，直接用这个敲会不会有？有哎、欸，那我直接拿去敲了。嗨，作者，哎呀，哦，作者送我一个制作书，太棒了，谢谢，哎呀。这里也有，哇，这里也有，哇哇，为什么挖不到？哇，这是后门呢，又挖了，哇，他还有三个，哇，没有骨头了，哎，你说可以带那么多东西吗？点技能啊 ，What the fuck？ 我技能点是因为我有改，所以会比较多。我让现在一个人升一等可以点到，就是以后拿到六点技能点，然后我把所有的技能全部变成一等就可以点，所以就不用拘束于那么多。然后这个是负重，可以背的东西比较多，你平时也可以背那么多啦，但是会跑得比较慢就是了。因为这样子对于实况比较，因为这游戏玩很久，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大概是怎样玩，所以我就只是稍微介绍，然后盖房子这样而已了。我不知道阿宇那边发生什么事、欸，我很忙、欸、我在收东西。哇哇，阿宇走到百货商场啊、哦？哪里？哇，这里啊！你这二楼是百货商场呢、欸？哦，对啊，我都已经收光了。你为什么不会留一些给我吃呢？你好贪心哦！然后刚刚在那边打的要死要活的是你这样啊？啊，我给你东西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没有，我给你。好，你要给我什么？你会要的，真的吗？你给我吃下去。好，给你，你给我吃下去。你在哪里？哎呀，我在三楼，我在二楼。好，来，吃来，观众们，各位要见证他吃下去。哦，过期三明治，小 case 好不好？来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嘛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
哇，好吃欸，妈的！试下，拜托，这个这么好吃，你不吃这个状态会怎么样？这个这么好吃，嚯、哦！你看暴增天物，就是用这种糟蹋食物哦。好，就虚弱虚弱而已啊。哎，为什么我身上会有火焰啊？没有，但是我有火焰。哦，我 bug 了。我还是要习惯为什么我会有火焰。我就是拿出这个锤子，这就有 bug 啊，因为就是我狼牙棒有燃烧效果嘛。然后又瞬间换上锤子，有一定的机遇，它就会烧，我就会整个人烧起来这样。但是我不会烧起来，不会有那种烧伤。哎、欸，大妈，对对对对对，宝物是不是？啊！不会，只会有那个砰砰砰的声音。阿宇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救你了。你来迟了，派对结束。我来了，原来你一个人都打那么多，你觉得呢？啊，抱歉，可以知道刚刚还有绿色的雷比亚那种的。不要生气嘛，我可以给你一罐豆豆吃。不用。哎呀，哎，嫌弃我了啊！太过分了。好吧。为什么我一看就可以知道哪里有偷藏的东西、啊？为什么都没看到？超多东西都藏在墙壁里面。我觉得你这房也有，我看一下。我只是想说，先把僵尸给涂完了，坐在那个。真的吗？对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没有啊。哎。我马上又发现一个新的，你一定骗我。啊、我那边还没打完。啊？这是什么？宝箱。一箱、欸。又是小箱。我们车停在哪里啊？车在下面呢、啊。Mini pack， 我看到我们的车了。啊啊！太重了，我要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刚看好像还有一个厕所，是不是还有楼上、啊？我觉得这里应该还有藏一个地方哦。我记得我刚好像还有一个地方看到有天花板，是这个吗？好像不是。这两个是贯通的吗？啊，贯通的、啊？不通的，不通的，这边不一样。头上这个不一样。哎、欸，可是也没东西捡。不对哦，不对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世界没那么简单。撞到了。啊、好像真的就那么简单的。就外面、啊。对不起，没事没事没事哦。走吧，我们下楼吧。来啦，我给你骨头啦。爸爸乖。没有烧杯，有给我骨头没有用。哦，是吗？好吧，那我丢掉了。来，皮二带着。哎！带回去嘛，带回去，说不定我们等下就捡到烧杯了。我给你玻璃好不好？不好。你想要颅内出血吗？不会，因为吃的人不是我。干。这是哪里？哦，一样的地方。哦，好。哦对哦，我是来带骨头的哈、哦，你可以骨头给我没关系。推，哎，知道。应该还有、哦。为什么这里多了一个飞机？哎。瞎杠一发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怎么办？我好想你。没东西。火药。我已经沦落到只能翻垃圾了，好可怜。出来，启程啦，开车啦！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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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 K 没中到，抱歉。打地上的骷髅就是为了拿他骨头啊，那骨头可以烧成胶水，胶水可以做成胶带。但是我们现在这间店你是不是收过？收。哎，这间店你收过吗？这间我没有看过他收过的痕迹耶。我也没有看，这边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间。哦干！哇！谢，我被炸到了！哇！竟然石钉不见了，竟然会爆炸哎、欸！对，骷髅可以烧成胶水，然后做成胶带这样。我、哦、干，从天而降炸吗？好的。这叫挡我路者死好吗？哦，谁打我？妈，大妈，你怎么还没死？我怎么又流血了？你怎么这么会流血啊？我都还没流血过、欸。不知道，我又流血了。画面模糊。那都帮他带五个血。哇，老嘞，舒服舒服。你怎么这么会流血，大哥？我血比较多嘛。你确定你不是 bug 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血比较多，我叫做血，没事。会流血，旁边是不是有毒？哎，踩我车，妈的！打我们车啊！干，你是怎样欠揍是不是？踩我车，很敢呢、欸、啊、哦！很敢拆车。我还没有喝过啤酒的效果，喝一下看看。哇、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这是以前的那个效果吗？好像不太一样。哦，哦。爸爸，你能把一些东西放在车厢里面吗？可以啊。有一堆隐形，还有一堆车子的那个。你看外面有没有篮子可以先放？我等下帮你放。还是说你可以塞进去？你可以塞吗？没办法。嗯、哦，好，我好帮哦。等一下，喝醉了。酒驾上路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开给你看。可以啦，外塞啦哦，不用你载我啦，我自己就可以回家了。你没办法。开车开车。哦哦。哎哎哎！你不要撞啊！我把东西都放在这里面的、啊。喂！别冲动！引擎什么的都在里面。我怎么突然感染了？你有没有蓝色药、蓝白药丸在里面？没有哎、欸。哇！喝啤酒喝到中毒，好惨啊！我靠！妈了，我要回家吃药的。电池一级的应该可以先丢掉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告诉你们不要酒后驾车，懂吗？这是一个教学影片，懂吗？看巴巴的台有助于增长智商。自己讲出来，自己都觉得哦，这干话我不行。听到的是有助于增长智商，智商 OK， 懂吗？多看点，爸爸多看点，脑袋会比较聪明。绿色的有没有用？绿色的有，哦、oh, 有，我不知道，我吃吃看。那我吃吃看。好。黎明一亿。喵喵喵喵喵喵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啊干！好了，行。白胶没有。白胶没有。里面那是你啊 ！You are shot！ 我好像听过那首歌哦，但是我忘记那是从哪里来的。有没有绿色药丸？来，那我哈一点，那我哈一点。哦，哦，哦，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哦，好像没有小用。靠！
人是会突然感染的，是我刚是开车开到一半的话就感染、欸。你 bug 啦、啊！是因为我吃太脏了。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我那给你那三明治的问题吧。三明治让我落腮变这样，落腮直接变感染，你不是想杀我？我没有强迫你哦，你自己吃的哦。可恶！你自己吃，你还说什么？大不了虚弱而已。被抓到。哎、欸，搞不好就因为你虚弱，然后再就又被僵尸打，就很容易感染。哦，说不定哦。嗯，你白胶捡到几罐了？白胶两罐，好惨哦！我到底要哪时候才可以做直升机啊？要多少个啊？我要三十几个。三十几个？因为我们胶带好像缺三十个，三十个吗？还是缺多少？忘记了。啊，抱歉啦、啊。我打发三十滴又不见了。没有啊，你这样会炸到。我怎么没有被炸到的感觉？我的妈！来来这里，这里应该有好东西。看一下垃圾桶，只能在垃圾袋里面找寻白胶跟胶带的踪迹。前面有个谷仓，有玉米田诶。靠腰！你每一次一直在被抢我的垃圾袋，怪我。我正要按，然后你就给我按掉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棺材吗？他做这个是棺材的意思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在店里面。好，你在里面晃一下。我都哦，两个胶带，两个胶带，赞赞的。哇，后面风好死哦。没有，这不是三宝，这个叫做。不怕死，你懂吗？安安啦，加汉又来啦，刚刚不在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个是，所以这是家具工厂哦。对哦，他在这做家具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有僵尸要进来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锯木机耶！这是锯木机哦、喔，哪路不懂呢？来，一来。晚安。这是锯木机耶，好想带回家哦、喔。可以做燃烧桶哎，我可以做梯子哎，哇，好棒哦、喔！正好需要梯子。可是我现在做的就很浪费时间，应该是浪费空间。哇，好想拆回去，拆一下看有没有零件啊 ！bug 了，超阿翔，刚干了什么？刚怎么那个了一下？那、這个就是哇，好硬哦、喔，好硬哦、喔！这是两台哎、欸，这两台吗？两台吗？啊，两台哎、欸！哇，燃烧的手，这叫什么来着？为什么那么累啊？听到有东西在那叫，我也听到了。哦，我体力耗好快哦，感染会让我体力耗超快，我超虚耶。还有10S、9S， 它就要不见了，终于吗？燃烧的板爪啊，对，拖完磁球。哦，终于，我虽然那是虚弱而已哦。哦，他虚弱，现在给我用那图示搞得我好紧张哦。没事。提神加塑化剂干什么？加塑化剂比较好吃，是不是 ？You are shot！ 快了，快拆好了。然后零件到底可以拆到什么东西就是，反正回去一定可以做这个东西。锯木机啊！终于，我终于知道锯木机是什么东西了。原来锯木机长这样。那锯木机是从哪里做的？
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应该是很像陷阱的那一个，那个我以为那是弹跳陷阱，结果它是锯木机嘛，然后又不太是啊，回去再看看好了。然后这东西我第一次看见，哦，然后原始人，然后发现稀世珍宝在我眼前的一样，哦，你看它金金的，你看它还有电线，然后明明没有接线却还可以用，哦，未来高科技新产物哎，哦，你们看这漂亮的齿轮，哦，哦，你们看这是碎玻璃，哦，可以吃哎，哇，我卡住了 ，shit。哦，你们看这里有狗哎，呜，哦，它被刺死了，呜，哦，啊，妈的好毒哦！为什么我卡住了？为什么你卡住了？我要传你下来吗？对啊，你帮我传下来吧。所以你卡住，我整个是卡住的。好，你 ID 念一次。我掉下来，我掉下来。OK 啊，那不用了。啊靠呀！我又卡住了。啊，你 ID 念一次。S U N。等一下哦。S U N D I R D I R E K E K E K E 还是 A E K E？ 好，传这样有啊。哦，谢，我整个是卡住的。你是不是按照输入法？不是，是，你动了，啊？不是，不然人家要什么？动了，但不是输入法。哦，哦，工作台哎，哦，应该是在这边做的哦，顺便看一下。靠，要你还技术？白胶，白胶啊，哦，有白胶，真加布就可以做胶带，对对对对，没有错啦。看一下哦。哇嘞！啊，对对对对，巨木有了有了，丝袜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电子零件，猜这个吗？哦，有哎，哦，我好聪明，这样我就记得做了，带回去就可以做了，好棒，可以做了吗？我们这个有了嘛？没有烧杯，虽然不是我家，将就点，96，为什么那么多？7个 ，favor。哦，为什么后面刚好是作者的脸？很智障，可以做了，可以做了，可以做了，耶！我戴身上，呜，哦，这下我终于可以锯楼梯了。然后等一下要走就忘记拿它，就尴尬了，所以我决定我要在这边等。我在对面那间的，是不是？你在对面，对啊，你在对面那间吗？对啊，看到我信号了没有？没看到，现在在里面，我看一下。你看，你从门口那个地方。嗨，有没有看到？平山小，就真的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原来那个作者有点吓得用，就突然出现啊。插糖不是吧？等级四的电池，哦，大一耶，等级四的等级，柜台找到7块钱，你这边都收的差不多了，我在那边拆东西的时候你就把这边收的差不多了，对啊，没什么胶带啊，就是留一些看起来没什么，是吧？好，有白胶也要记得剪哦。我是这样。OK， 那我上网看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有漏掉一些地方。我看到了。哦，这么不相信我？哦，拜托，真的有漏掉一些东西。哈哈是我故意的。真的吗？没错。好，我相信。不要怀疑。好，我知道你一定是因为怕我等一下无聊没东西收。对。我一定要坚信着是这样子。我捡到一罐白胶，欸，哇，你要说什么？哇，前面有军营。不要吧，军营现在你要去吗？21点了。21点没差。
好啊，那你去搜一下，我楼上再搜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这边我哎，胶水除了白胶以外，不是还有棉布那种？没有，我们就一般的那个布就可以了、啊，加很多布啊。哦、oh, shit！ 哇，海沙屋，有，我感觉到了，我遇到海沙屋，他是不是垮了？然后我在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就感觉到，嗯，突然大那个应该是过什么海沙屋了。啊、oh, ！我连上去都没上去，我只是路过而已，他就海沙屋了。那就是因为他可能建档的时候没有做好，然后是建筑物可能是整个浮空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他的确是浮空。对，超瞎，而且更何况里面的僵尸居然还活着跑出来了，然后他们都不会死这样。对，真的很夸张。哦，上面有长枪，而且还会跑，因为晚上了。没有吧？牛肉罐头，哎、欸，对，还没哦，还没22点。哦，海沙屋终于完了，有一瞬间就顺了一点。我觉得它上面可以上去啊。为什么他们都没死？建筑好像压不死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是原本趴在地上那一种。建筑物倒了，他们照理来说应该要求。对啊，就是趴在地上那种，他都不会死这样。就还好好的，还坐在那边。妈的，还等着我过去触发他们。哎干！干！哦。看到没有？哈、哦，专业拾荒达人，在屋顶发现小仓库。左轮哎，我终于捡到左轮了！哎呦，啊、哦，我终于在这个游戏里面捡到第一把左轮。我玩钉枪，我玩这个 S7 到现在，我第一次捡到左轮手枪。什么难捡的都捡过了，就是左轮手枪是第一次捡到的。这边收的差不多了，可以下去喽。Where is my car？ 在这边。Pew pew pew。光头四喜。你在里面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在拆一个保险箱。呜呜呜呜呜呜。哇shit！ 车爆了 ！What the fuck！ 我的车爆了！哎、欸，我怎我有那个什么枪的手电筒？我操！我妈呀喽！我撞进来而已，我的车又爆了 ！What the fuck！ 我要重做一台车了！为了做一台直升机，然后再做风暴。干！赞了，阿爸，谢谢，谢谢。精华，精华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欸、我是好好的开进来，我想说要开进来接你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刚那酒都是满的。我车子里面没有材料啊，因为我刚载回家过一次，我包包是想装满之后再去。还说其实我包包里面有材料、啊，我你刚好叫我塞东西到车里面，对不对？没，对，满了，零七电池，谢、啊，算了，将就点，将就点，没事没事，没事啊，没有什么贵重物品的、啊、，OK 的。哎靠啊！如果是胶带的话，那你应该会干。你刚好丢给我白胶吗？没有，好、哦，没有就好，哦，还好，还好。他刚血是满的，怎么会一瞬间归零啊？我又没有告到什么东西，我们就撞了铁丝网，它就爆炸了。会不会有地雷之类的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不知道，这里应该都不会有地雷。对对对对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小事小事。
今天目标就是直升机、哦，超亮！靠、哦，有没有？我的一个火把，我连那个哦，火箭子弹药，我连那个都不需要了，这样。有翻车啊！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爆了啊！不小心把垃圾袋打爆了。想到我还要再弄一台新车，就觉得好麻烦。还没做完就损失了一台车了，意外意外。就还没反应过来、啊，因为刚就突然就卡碰了，啊！我的油桶都在里面，它都不见了，剩两罐。啊，身上我还有。OK OK OK， 我还有一千多个，刚刚收集了。哎、欸，看你眼的吓到妈的！我形象被逮起了。没有一个军人突然出现在我后面。啊！我看到全身插满箭的人。哎呀，走吧，让我们去走走。哎、欸，我没空间了，油桶能不能放你那？好，可以。把它做成瓦，我把它做成那个瓦斯桶啊，那嘎斯罐，做完。真是很倒霉。我只是稍微摸它一下，它就爆炸了。哎，有肉，这一定有藏食物，来吧！哦，沙发太棒了，怪来了！钢剑，哇，你要练拳哦？不练了，累了。罐头吃，这边都收完了，对不会吧？我们车刚就包在这里，你看到这个门了吗？就是我撞进来的地方。啊，我看到这种，对，我看到你的海沙屋，你的海沙屋包在这里。对啊，就是这里。看一下隔壁，南极或北极出生存游戏哦，我一定玩啊。我就是基本上，我只要觉得只要没有扎到哪里去，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做很多东西的那种生存 game， 我都会玩。像那个绿色地狱呀、啊，或者是，反正你们能想到现在有在 Steam 上卖的生存游戏，我基本上都玩过了。没有啊，你有一个没玩。哪一个？那个叫什么？什么毁僵尸毁灭计划？那没有，我是说那种像这种第一人称的生存游戏啊。对对对对，我比较不喜欢那种上帝视角生存游戏，觉得很没有刺激感。难怪你连边缘游戏、边缘世界也不玩。对啊，我就很讨厌上帝视角的游戏，只能吃企鹅肉，不玩。我就买来，然后吃一个企鹅肉，然后我就退费。怎么样啊？其实，如果我会做游戏，我的确是蛮想自己做一款生存游戏来玩。让水也丢了，超多水，我又流血了。到底 why？ 我做错什么了？没有啊，你看啊，如果说那种游戏做在南极，好不好？你就要这样想啊，可能会有什么南极观测站啊，然后我们要在南极上游，就是走啊找啊，看能不能找到这些观测站，然后进去里面取暖，对不对？可以在里面找到之前人家留下来的物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这不就变一个生存游戏了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曾经你跟三哥还有阿基就不过一个吧？没有，那个是在海上。就玩了，玩到最后他也没更新什么东西啊。不是不是，就是那个什么，三哥选了一个女的，他不是说很需要吃东西的。
然后要取暖。哦，那就那个就是上帝视角游戏啊，所以我就玩的就觉得还好。哦，魔兽争霸三吗？嗯，不会吧。啊，会被暴风雪撕啊，会被攻击啊。其实有很多很多游戏都可以做成生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成生存游戏啊。就是没有人想做跟，因为我没有那个技术嘛，所以我不会做啊。我会做我就自己做了，但是我不会。打死我在对面的吧台，海上捡垃圾那个吗？那个我还在看呢、欸，我在等它更新多一点，它更新真的太少了。我忘了在外面打发电机干嘛？神经病！我打发？不是发电机啊，他们在打那贩卖机干嘛？触电了。我在打僵尸，结果打到贩卖机。哦，原来是你打到，是不是？我还想要奇怪，我走了。哦，那个我有看过啊，那个就还那因为那不是生存游戏，不然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但是企鹅屠杀那个我不行，那么可爱哎、欸，想想企鹅可是活在那么极端的地方。他们生蛋蛋还要怕去压到，还要怕压到自己的蛋，把自己孩子压死。游戏更新闪一下闪一下，什么东西闪一下闪一下？哎、欸，阿宇阿宇阿宇，我在冰柜里面放一个有夹的那个绷带，你来吃一下。我操！我后面这个苹果。啊，我有止痛药。没有你啊，你干嘛浪费？讲到这个可以顺便补回血。你可以补。反正我现在还没补。对，那你就补回血啊，顺便可以补血这样。刚刚那个僵尸手发出很奇怪的声音，呜呜呜！哦，对啊，就是因为 Stand Up Deep 我也有玩啊，他更新到后面，我觉得太无聊，他那是致敬游戏，我有玩啊，我以前有玩过，我只把它删掉而已。它是一个致敬游戏，然后它的。它的岛屿跟岛屿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就会变成说你从头到尾都在那边找小岛而已。我觉得还蛮无聊的，玩到最后了，前面玩的时候很新鲜没有错，玩到后面会变无聊。致敬游戏，他就致敬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部电影叫什么？就是有一个人在海岛上啊，就是他本来是一个送货员嘛，然后重生啊，对，浩劫重生就坠机啊。漫漫长夜，他剩下剧情模式我没有破位，漫漫长夜我也破了完，我也都玩的差不多了。基本上你说过的那种啊，玩错东西了。你说的那种生存游戏，我基本上都去碰过了，所以我的台基本上就是主打生存游戏跟 FPS 游戏啊。恐怖游戏的话，偶尔会玩玩而已，偶尔，真的是偶尔到一个不行的偶尔。好玩呢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，没有有影片，但是我都因为我在做影片更新。
就是我要整理一下嘛，所以我看一下我救了，因为那些都是在直播记录里面，然后我决定把我所有的直播记录全部删掉，我要移去另外一个频道，然后这边就是放剪辑精华短片这样，所以我就删了很多影片了，所以漫漫长夜应该是看不到了，我已经删掉了。我一些还有留着，但是还没有删很多。然后 Kona 我也破完了， Kona 剧，因为它是剧情游戏嘛，我考虑要剪辑出来，但是我还没有剪啊。玩真的生存游戏吗？台湾不行啊，台湾有很多山啊，都是有人的房子，都是有人。你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快死了？你流血了。那里那上面那里，我要吃刀，我来搞定了，我靠，我在打枪柜打到一半就跑出一堆来，哎，蓝色的下杠，我要用看蓝色的下杠，得你要不要7.62的子弹？7.62是多大的？放在里面，长的子弹。哦，好。对。这把枪子弹倒是比较多。都没有，哇靠！这一整栋都没有胶带。我记得那个 ARK 那个，我好像我不知道删了没，应该是还没删吧。那个要找一下，都是放在直播记录里面。骇客入侵最新作，我不会玩哦。我上次有讲，就是因为后面有人告诉我说，他的剧情就是最新作跟现在这一代完全没有关联，就是变成不一样的作品。所以我就不会去玩了吧。电脑承受得了吗？可以啊，我的电脑是跑得动啊。容量的部分应该还是可以啊，但是要清一些东西。我影片档案太多了。对，因为那个啊，知道要绕路来哦，有僵尸的哇！哦，我捡到电锯了，公啊！啊！烈魂，慢慢来吧。我先把如果你们想要推荐我游戏的话。我 Discord 里面有一个群组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房间是可以让你们放推荐游戏的，你们可以去那边贴上 Steam 连结，让我去看一下。如果有兴趣，我就会去买。啊，现在的部分，我是打算先补完我的坑，补完我的坑之后再来考虑一下其他游戏。我还有一个一层余生。啊，随便啦，那个我还没有破完，因为还有一段时间了。然后这是我的战争DLC，因为我买机票嘛，他最近出了新的，我也还没有玩。对啊，我都有去看啦，就是没刚好没有兴趣，找不到那个想下手的动机。哎，旁边那是什么 ？Shooter
枪店吗？枪店。哦，找到枪店了。但是我们不是要交代吗？对，然后我们中间又不够，这样我们需要找的是工具店。底部那间是不是工具店？我们先把这边记下来。GUN 杠，异常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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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异常人生。我就一直讲错哎，哎，旁边有一个碉堡哎 ，Hello， 嘎逼。啊，没有锁，洗衣店哦，洗衣店吧，洗衣店里面不知道会不会有，就是。后面有警长，后面有警长，后面有警长。啊，喷山小啊，满脸。死了。啊。铁苗小高手。当然。GUN 杠。因为阿伦最喜欢用那个拼一个字的，所以我有印象。哦，顿顿的吗？很正常，因为我现在开给很多人玩，所以我会顿。然后，因为它的优化真的不是很好，但是游戏很好玩。啊！它败就败在优化而已啊！走开啊！走开！我这布一堆，真没交代。我说杠，杠 ，H 杠。这份安静到底是什么？我靠！两个人安安静静的在那边狂开洗衣机。嗯，厕所。こんにちは。没有了。こんにちは。没有了。好像还好，面对很多只的时候还不错用。哇，根本就没有胶带之类的。没有，因为我记得这里有个二楼，二楼里面好像是放那种杂物的，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胶带。三千米不太一样，可是这栋好像没有二楼了，纯粹就是衣服店的洗衣店的样子。对啊，除非它有那种坏掉的格子。不过我记得那光模子是吗？光模子才有这种设计啊。哇！上搜索，顶楼连垃圾都没有。哦，又是斜杠。哦，斜杠怎么这么多啊？又是7.62的子弹。啊！我终于知道我刚刚不见是什么了。我的塑胶全没了，这样。What the fuck？ 没有，我说，刚刚不是放在车里面，车子爆炸了。对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他现在还有收到，反正等一下如果有轮胎的话，有轮胎就胶那个塑胶就回来了。好吧，这里没东西，换个地方。我现在在一个好像类似生存战之类的。
嗯，就师傅他们的那一种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。哇，一狗跳了。我很快就打，很快就弄回来。我要坐直升机用的。哦谢哦谢哦谢！哇！Push！没打到。哦，散弹枪的优点就是换子弹很快。我操！真的，我觉得散弹拿来腰射就好了。可以，散弹枪腰射还比较准。啊，那个。不会啦 ，ammo 里面有卖子弹的。What the fuck？ 这两个子弹就在这边。人生充满着无数的意外。哇，子弹满了。哎，敲开了，已经敲开了。冷静点 ，calm down，easy。钉枪家里也有。哇，这怎么嗨呀？你几个胶带？应该是你几个胶带，几个胶水？零个胶带，两个胶水，一根骨头。啊，两个胶带，骨头去了。两个胶水而已。然后两个胶水，要洗我？还是明天再来收集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回去了，包包满成这样。对啊，先回去吧。明天再来收集。好忙好忙，把酒给喝了。对啊，用该睡。啊啊！你不知道继续过门。回家啊！我们家在这。对啊，我们必须得要走漫长的旅程。啊、哦，抱歉哦。我要再想办法生出一台车来。哎呀，这栋房子，海沙屋，
等一下就垮了，太垮了！呜，海沙屋，耶！它掉下来其实还蛮疗愈的。哇，哇，这么大一栋、哦！对啊，还没回到家就要八八八八八了，整理一下就要八八八八八了。哇，好大、哦！这海沙屋，这是电影院啊！这海沙屋真的超屌，掉下来超疗愈。你们不觉得这样很疗愈吗？什么叫之战？在空，在坍塌的东西中奋战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哇靠，那么硬哎呀！哎呀，作者的脸。哦，哦，哦，还不是我那个，不然我也进去轰嗨一波。你看，我也是在里面了。我靠，你怎么二楼嘞、啊啊？想想当年我玩的时候也有海沙屋这种东西，没想到今年它又出现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哇，这边好多作者哦！哇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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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疗愈哦！哇，有箱子哎！哦，啊，箱子喷出来了！哇，超疗愈的，看得我心痒痒的，我连门都这样塌下来，变废铁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没地基，你问作者，这作者做的。走吧，我们看够了。哇，哦。他让我好累个，走吧，回家回家，开跑了。麦块布他好像要放一大堆 TNT 有没有？炸下去才有可能一口就会把一堆粒子效果全部炸起来的。不然我下次来试试看一件事情好了，如果是。我就盖100×100的 TNT 有没有往地底下盖，然后看，然后用我的电脑，然后拍它爆炸，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比较好了，我确定撑得住吗？我觉得撑不住，我觉得它爆炸那瞬间我就宕机了。爆炸那一瞬间应该已经死机了吧？我应该就宕机了。然后进来就看到一个人家彗星撞地球，那地底大动啊！有没有？我是怕说那个什么。大家都说电脑会先爆掉。我的车已经先爆了，干，显卡已经爆了，真的。啊，跑累了，就喝一罐吧。啊，这啤酒啊，酥酥麻麻的。哦，再喝一罐啊！酥酥麻麻的，哎呀，这是谁的坟墓啊？哦，有火起来了、欸！哈哈哈哈哦，快跑哦！酒醉的人才会讲这种话。哦，哇，我找不到路哎、欸，真的好忙哦。这是我家吗？我家快到了，对不对？我感觉到了。哦，这条河好眼熟哦。哦，再喝一罐压压惊。我们家死的摩阿伯吗？好像是，我们家附近好像有摩阿伯哎。以后谁死，以后你死或我死，记得把我埋在那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、我看不到你盖的丛林诶，这是我们家吗？哦，看到了，这是我们家没错。哦，家里到了。你确定吗？我们现在有这么稀疏诶？有有有，到了，真的。哦，啊，看到，对对对对。哦，